开，你坐。好。有想要开，有想要开，但是问题在哪边？他不是这样，但是这样。哎，对了，第一个，你不是开，当时在这里，你不是开这里，你是这个样子，这样，看不懂？你的腿打开的时候，你是变成这个样子的，你变成这样子开了，你没有开到裆。因为没有开到裆，你再做，他是一条腿站稳了，才把另外一条腿拿过来的。有没有看到，近断了？因为你没有裆，这个是当我过来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个脚还没落，要落未落，这个已经紧了，所以这个还没落，这个就过来了，而。不是这个落稳了，这个才过来。你用当劲一步的时候，它不是一个脚站稳，另外一个才过来的。听不懂？是，你看，过了。这个还到了，还没落实，这个已经被拉过来了。看不懂，所以你的胯要让裆连上，那个胯才对。所以不要用转的，你转的跑到这边来了。看不懂，在这边你要开的点是在这边。再试试看，把。